今天陈时中的竞选总部成立，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非常熟悉这里。2016年、2020年两次总统大选，我们都胜选，我们都是在这里相互鼓励、加油打气。宣布参选到今天，我走遍了台北12个行政区，举办了超过30场的各行各业的座谈会，以专家学者进行了超过60场的政策会议。我有信心，我是所有候选人对台北最用心、最了解的人。拜拜，祝你的生日，今日安怎？吼，安尼疫情吼，国门今日拄啊开始开，吼，啊第一站就来遮拜拜，希望一切吼好彩头。希望阿中当选，让我们大声说：以台北为荣，以台湾为荣，安加油好不好？我相信。很多人对选战过程中的纷纷扰扰都感到厌烦，但是我要请大家对我们的民主要有信心，无论过程再怎么纷扰，都不要忘记你的这一票都必须是无比的慎重。我们的信念没有错，政治就是在追求良善，我们绝对不会为了短期利益让台湾的社会撕裂受伤。因为俺是台湾人，俺爱这块土地，俺爱台北市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期待，要让首都更好。今天我们是为台北的未来挺身而出，是为台湾的民主挺身而出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台北是我的故乡，是我成长的地方。我阁希望台湾做得好，这是我唯一要出来参选的原因。我们听见台北想要改变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凝聚了台北改变的力量。十一月二日，12号陈时中，我们一起走进台北市政府。